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第一期的这个试吃视频。今天我们第一期要试吃的是一个进口的方便面，一共五连袋。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一看，里面有哪几种口味，好吧？第一袋是这个，看不懂这个韩文的什么，上面有鱿鱼，应该是一个海鲜面吧。这个，背后有这个，这个是农心辛拉面。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农心的鱿鱼面。这个是韩国干拌面，一共五连袋。这个也是辛拉面。安城汤面应该是这样叫的吧。 OK， 这就是我们包裹里面的东西了。那 UP 主现在决定首先吃一个什么呢，这个辛拉面吧，因为这个辛拉面还是我感觉经常听说这个名字，但是我还没有吃过。那第一期咱们就决定吃这个辛拉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小伙伴们，那么咱们的这个龙心拉面就做好了。你看 UP 主在里面加了这个是鸭脖子，这个是猪头肉，这个是莴笋的叶子，煮了一点。然后我们把汤拌匀，看一看，可能这个汤有一点少了，还是非常美味的，看起来。这个龙心拉面应该是我感觉是比较出名的了吧，这个龙心拉面，但 UP 主一直没有机会吃，所以这次做一个试吃给大家看一看。汤有点少了，拌匀之后来尝一口。这个味道还是比较辣的，还是比较辣的，叫辛拉面对吧？这个面是真的是很柔韧的。你看这个面，它本身到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粗壮了，但是它没有断，不像那种普通的方便面，它吸水煮软之后，它就会很容易就弄断，但这个它没有，还是非常的柔韧，有嚼劲的弹性。味道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味道就是比较辣，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，有一点像那个火鸡面，但是又不一样。反正这个辛拉面和火鸡面都是韩国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这个面比较好。它这个方便面，它里面的调料包很少，只有一袋辣椒粉，然后一袋什么干的那个蔬菜，脱水蔬菜。这个是比较香的，
好了 UP 主，这个红星的拉面就吃完了。那么这个价格呢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实惠的。它一共这个五袋都是进口的，全是进口的方便面。然后它的价格呢是33块钱五袋。然后在 UP 主在咱们群里领了优惠券之后，优惠了10块钱，就是23块钱包邮买到了五袋，还是非常划算的。那么想要领券的小伙伴就可以加我们右上角的这个 QQ 群。UP 主每天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许多优惠券，领了券之后购买商品就真的非常便宜划算呢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